父母在1993年的时候，为了生活就推着小三轮车在路边卖的一种营生的模式来去做，配料之中不断的去改进，包括是说一些烤制的方式也经过时间的那个改进后做成了一个东方式的一道美食。烤猪它的做法的话是还是比较复杂的，要经过十几种的那种工序的不断的去操作，才能形成我们现在端上盘上来一种美味的烤猪。在原材料上必须是本地四耕的小花猪杀后烘干，烘干到的话就是又上给它的表皮上了酱油给它上色，等它上色干后我们就可以上炉去给它烤，大概就是要半个小时，一直转半个小时，你不转的话它马上就烧焦，你要它慢慢的变色，你要慢慢的要起火，你不起火的话就烧焦了，但是你要一直转着，你不用停下来转着，你要看到它的那变色了以后的话，看哪个地方天哪个地方还没变色的话，你就多转一点，多靠一下火，多停一秒啊两秒啊，你要停一下就可以把那个颜色赶上来。我们那个就是烤火猪，它是每个师傅他的手法都不一样，比较老练的师傅烤出来的口感它的皮就比较脆的，因为他是知道怎么样启用火候烤这烤火猪才是最好的，它肥而不腻，皮比较脆。美女，我们的烤火猪可以沾着白糖还有那个酸甜醋，不用等太凉了，你们这沾着挺好吃的，你们试一下啊。烤猪的那个吃法它是有那个有三种吃法，它一种吃法呢就是我们烤出来直接端上去就原汁原味的这种吃，原有的配料里面吃，还有一种是那个沾的白糖，因为沾的白糖的话它吃起来的感觉就跟那个皮和白糖的结合起来，吃起来感觉就像吃口里面滋滋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吃法就它属于那个酸甜辣，是沁腻的，吃起来的话它是有点酸甜酸甜，它把猪里面的那个肥肉的那种口感啊就去化掉，这种三法的话是看因人而异，看吃起来的话是看个人的喜欢。白色的部分呢肉质是非常酥软的，皮很酥脆，整体来说很好吃。他们家的烤乳猪呢是现烤上来，所以比较脆皮，非常的好吃，我一周平均来4-5次。这个肉皮是非常的酥脆，然后那个外皮就是烤的也特别的嫩，我感觉大家吃完第一次可能还会再想吃第二次，特别香。当时父母亲在学烤火猪是很简单的，配料也就那么几种，简单的那个就酱油啊，然后就是蚝油之类的，当时烤出来的口感也没有像现在的口味一样这么好吃，是我母亲她有一段时间是不断的那个在调制配料，调制后调到她看到饭点感觉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我们也那个也劝她有些东西还是大众的口味最重要，她也是每次配制后她就给去询问客人说这一次调制的怎么样子，经过他不断的努力还是得到了一些成果。70年的时候在村里面那些人那些老人去烤的，他烤的时候就不论斤卖论块卖，这个5毛钱一块，
五毛钱一块呢，就是当时我们这烤猪就销售不那么多，都到村里面卖的。后来生了这个三个小孩，生活相当困难，钱就不够，这个几个小孩来上课报名花的，所以我想来要出来搞生意，为了发展嘛，就到这个城市来这个开这个烤猪这个店了。像烤乳猪它是一个比较累的活，特别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像春节啊，这边的清明节，对烤乳猪是很大的需求的。像那个别的人到春节的时候都是很喜庆的去玩，而我们父母呢，他是很辛苦，在那里起早贪黑，特别他们有时候做烤乳猪人家制定的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休息的，一整夜的那个都在劳累的给别人去烤猪。心里在想，父母能够说那么辛苦的把烤乳猪做出来，也是他们老一辈人值得那个学习的一种表现。我们最主要，我们老了，我们夫妻帮助小孩干，大部分都是小孩和儿媳妇干，很满意的。他们经营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很满意，他们很勤劳。打包已经好了，准备现在去那个村边出发。在我们中国村民的赛场上，你们是幸运的，你们将尝到我们东方四圣黄记烤乳猪。哇，这个乳猪的味道我都忍不住流口水。据说这个乳猪皮很脆，色泽鲜，味道非常棒。好，来。父母当时经营烤乳猪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对烤乳猪经营这一个的话，我当时是有种比较讨厌而且厌倦的感觉。父母亲在做烤乳猪这一块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挺丢人的，推个车出去卖这东西，不是个很好的那个营生方式。当时我心里面在想着，我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在同学面前是挺丢人什么之类的。后面父母亲经过不断的努力，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那个经营下来，能够存活到现在，而且把它做成了一个东方式的一道美食，我觉得现在想想一下，当时的想法是特别的那个很幼稚而且很愚蠢的一个想法。现在想想父母也老了，我们这一辈能够说接力下来把烤乳猪做一个那个一个传承下去，让更多人能够尝到这道美食，是我那个义无反顾的一种责任。我思念的你住在海之南，我要拿什么送给你，为你做一只盖帽伞，装上珍珠和玉环。风平浪静时我便撑起船，摇晃着来到海之南，海鸟唱着思念思念，只是寻你寻你。